会成功。哦，药德皇子，日前在竹轩院发布了公告，有许多百姓来参加，我已经为你选出三位美女，这三位美女真的很美，美得跟城里一样丑。哇，那排这么多票要干嘛？赶快叫我上来啊！传王家、胡伟、秋秋。婢女参见耀德皇子。嗯，那你们就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先来好了。小女个性直爽大方，人称杀戮第一台妹。举凡资工的各种活动，我都不会缺席。哎呦，你还是很上进的一个孩子哎，但是身体好像太黄哎，人老珠黄那种黄哎，我不行，你不行，想必皇上你也不行啊，你下去啊。那小女我呢？个性十分的爽朗，我的笑声常缭绕在宫城三馆之间，辨识度特别高啊。而且我还是个神水达人，只要当天没有流汗，我就不会洗澡。我认为呢，这个大家都应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这种勤俭的美德，我相信是别人没有的。哎呦，哎，等等，你长得好像我一个梦中情人哦。每当以为我以为这个梦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的时候，我就醒了。哇，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梦啊！等等，你的脸上怎么有奇怪细纹啊？你真的是来自竹轩院的吗？不瞒您说，皇子，我花了24个月才被我妈从肚子里面生出来。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个20公斤重的巨婴哎！我爸妈看到我吓了一大跳，把我丢在13院舍。幸亏哲安公子愿意收养我。哎，但你知道吗？他竟然是个少妇哎，对我怀有非分之想。所以我就投约13院社来投奔皇子您啊！哇，真是太可怜了！想不到在我们资工王朝底下还有如此鼠辈，真是太可恶了！哇，那赶快过来这里，让本王好好照顾照顾你吧。